公益悄悄话。欢迎回到爱上小鱼班的节目当中，我是小军。节目继续为听众朋友们进行的单元公益悄悄话，在我们今天很特别哦，邀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南昆山代天府总干事侯贤训总干事，您好。国道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您更好，更棒，谢谢总干事哦。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王瑞宇老师。哎，你好，你好，老师好。好，我们在这个月的月中的节目又邀请到老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对，那今天又再次邀请到老师。好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公益悄悄话，哇，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哦！两位大师，好，大师不敢当，大师不敢当，这不叫一下交给妹子讲。对啊，总干事，总干事从2003年一直任职到现在嘛，真的要20年了。讲家己番哈，退伍了啊，都一年聚会了哈。是，我唔系应人，但是咪经过这个竞选的啦，投票的啦，可能都。有咧影响，来来当这个总干事，是啊，实际上就是咱都答应承诺了，我就话要带你完成对的工课啦，是，尤其是零售保店，嗯，啊，高级维修这作量了，你比赛很复杂啦，对，啊，就就拢照咱的计划进度，是，安尼去咧做安尼，是，啊，就一项一项达完成，哦，后边来啊，有各家有任务在咧等咱，哦。哇，你看总干事哇，在这一个各项的庙宇的一些决策啦，还包括像这个服务啊，哇，这个长达近20年的时间，而且是20年如一日哎吼，都保有很大的热忱哎吼。啊，这工课工作，咱的使命还没完成哈，咱是我战战兢兢哈，是来来做了，嗯，因为这拢袂当定打，这大有大雾啦哈，对对对，啊，大家咧看的所在啦，是，所以讲伫迄个。庙的领导单位，因为咱分两处的庙，嗯，哦，国内话将近要20000间啦，是，不管你是大啦，是富啦，哈，啊，是庙啦，哦，因为真有华人的地方，都咱南昆山代天府的神尊基地的暗斗里，是是是，对，所以我们是很大间的庙宇吼，然后信徒也非常非常的多，对，嗯，遍及国内外，对对对，海内外都有啦，是。那当然，今天呢邀请到总干事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总干事呢从这个庙宇的，您应该算是这个庙宇的经营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嘛，哈，来聊聊看，您觉得传统工艺是什么？传统的工艺哈，什么这彩绘啦，是剪染啦，是这两行这是上重要的啦。哦，对，实际上庙人这边恁。要有这个工程兴作啦，哈，一定建筑师先来教咱探讨这内涵啦，哎，去规划啊，当然和咱当属会审查，啊，毛顾问团来参与啦，因咱的顾问团是阮侯家班，这个南胖侯破平，伊是顾问团的主席啦，是对地方的庙伊作点关心啦，是，哦，一人一个有时啊，人拢咧出着偌条钱啊。啊！你要参与嘛，伊嘛会叫人来，卖讲介只无，因，来参与安怎才好哦。安尼大家通过，当时会通过哦，啊，咱就开始来进行。嗯，所以讲庙林诶，这个建设啦哈，唔是莫名人讲要安怎做就安怎做，我嘛都要经过专家来评估过啦。对。所以其实像我们也知道说，像总干事刚刚有讲到嘛，您在这个南昆山服务也这个将近20年了，那在这期间参与很多的这个庙宇，那我们也知道庙宇它是一个传统，真的是传统的一个工艺的博物馆，是，对对对，啊，那你也可以从这个庙宇的一个角度来看看，就是庙方怎么样来看待这一些的工艺品。因为我要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婆婆啦，嗯，打入来到南昆山庙就是打入来这个博物馆，是啊，所以讲伫这落去，开始要做，嗯，拢都精算过啦，对，嗯，不是凊彩讲它大大来啥安那用哦，嘿，伊个外观、伊个建筑，各方面拢爱符合这个条件啦，是，真的，打入咱的大牌楼，
哦，那個、大白楼，一阵开到了偌济钱啊？那贵啊，拢块木的呢。底下就你就建筑了一个好博物馆。哦，就像到了博物馆。对，就是让你有那感受。嘿，所以其实像在这一个规划跟设计上来讲，像总算是这样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个想法，您是怎么样来？这因为我头啊，当然就一边嘛是门外汉啦。但是咱就是那庙窟啦，哈。一砖一瓦啦，吼，包括伊内底的这个所有的建设，咱拢有注意咧来看啦。我就看讲，咱电台啦，吼，啊个凌霄宝殿，伊个跳卡啦，是，拢来自澎湖。哦，包括咧九五至尊金字边，配合来签疆来关系。我想讲，啊，这阵拢是要去的时，应该配合。来出租的钱，出租在那里嘛。但是正是那批哦，叫咱中端拢无来这里出租。啊，所以讲，从我叫我必须探讨了哈。这个管理，卡扎半门跳者半门干。可能批哦的西伯啦，或者其他些只位啦哈，拢顶下来嘛。啊，咱这诶盐啦、米啦、番薯啦，就是只温水嘛，有咧。通商啦，啊，到尾啊，人拢来伫安平啊，是啊，安平了，整个龙岗拢伫高雄啊，所以讲迄些事，我了发到讲，咱一定爱来拍哦，拜访只江庙，然后搁再出巡拍哦，这就是安尼啊，这去交朋友拍哦，做些连接啦，对，你打工伫台湾，你那哈，真大家嘛知影，人去大天路啊，但是拍哦，迄阵交恁中端啦。所以讲去抓咱去，十年前，十年前，朋友做轰动的嘛，对吧？别误啦哈，即卖讲商业化啦，是啊，是爱靠经营啦。对，你打讲要做老大，你坐下，哦，啊，人来等你进香，哦，啊，等来等你添油香，这年代过去了啦。所以我就也是分北中南，在当干事分落去，去拜访咱的江庙，是，可能感觉讲。咱亲属到遐，啊，无你定坐多做老多五人来，已经不一样啦。业务的经营也是爱现代化，包括讲伊的创作创啥系啦，爱对时代对啦。所以讲恁真百重器重啦，我同你讲啦。咩啊？真正人真对，无恁这个庙，你打讲要安怎做安怎做，普通的诶，这木匠啦，吼，哎，水泥工啦，还无法当去做迄啦，还是天天补补还可以啦。啊，那真正买的，当然得爱有上这工艺师，哎，真正。所以讲恁对别物啦，卖讲对南关什么啦，对南京恁的贡献拢做过来。对啦，我这熟悉的啊。对啊。那迄庙吼，那有你这种的思想吼，啊，有你这种的看法吼，啊，落来做，你来看恁的规划庙吼。啊，恁的面积阁大啦吼，啊大啊，恁阁无了错的规划，你来看，恁拢用个复古的气氛来规划了，对啦。我一直咧欣赏这点吼，进军专线要找着讲，咱南昆神庙吼，的土地遮大啦吼，啊，阁要愿意讲要规划复古的气氛，阁再来邀到倒来吼，对。真少啦，真少啦。南昆大天路的土地38公顷，哇，吼，这个。土地很大，不要发挥也空间真大啊！哈，啊，咱既然是国定古迹啦，对，你每一个人要建设，你拢要去配合政府这个需求啦。是，啊，咱嘛得安尼落去，咱的庙，等下等人看中啦。是，啊，无你凊彩去我被他打打嘞，你拢无可能来。对，就是迄建设咯，迄建筑，我看你啊，看那边啊，遐个，迄新建设的时候，拢复古的气氛哦，迄气氛偌好个呢？对啊。Yeah, 包括山庄，包括祖辖，绝对拢过时的啦。对，所以其实就像从这个经营者的这个角度，总算是的角度来看，是其实也是要跟着时代。刚刚这个总算是讲的，其实像庙宇的经营跟以前也不一样了啊，也是要跟着时代去变化嘛。差价这样，以前王爷庄庙做歌啊，你王爷生日的生日就绝对来，这个活动因都就来啊，出点头，人就都这样呢。现在没有了，现在变无啊了。有啦，但是咱咧打出去交人交流啊，当然啦，客栈可以啦，我嘛搭设一个联谊会啊，哦，北中南，即较大景的庙，可以参加咱的联谊会，好啊，当然咱是徛伫尖端的啦，但是即个活动，诶。
带动恁规个永远的这人啊，这顶头甚至搁再生出来，哎，就可能会来啊。哦，对对对对，啊，联谊会分北中南咧开啊，嗯，哦，啊，当然要做会长啦、副会长人，你嘛得落地下签。开出来了，我真不了解时间，那冇得看。这个也很重要。好啦，讲是讲，可能家己去算啦，当白做作业咩啦。总要是冇做够作业哈。不过刚我们有讲到，像刚刚总干事有分享到嘛，就是庙方看待这一些工艺品嘛，所以像如果像以这个老师来讲，从老师的角度来看呢，刚刚总干事是从经营者的一个角度嘛，那像我们从工艺师的角度呢？来看待庙宇的这一些工艺品。我是按这样看啦吼，咱南昆神庙吼是往的方向的是掠了真正确的方向来发展啦。对。哦，啊，伊新建设的时候，拢用迄落较古建筑的方式的时候，啊，落去做建筑吼，一起的气氛无同款啦。嗯。啊，你即阵别个较无啦吼。嗯。啊，当然像我做这彩绘，因拢请一流的。一流的国宝吼，啊，去咧做的啊，去咧维修的啊，系啊，啊，你当然伊这个老的物件像，啊，我咧讲的讲，啊，像阮咧做福安宫的时候，我啊，大拢请国宝去，啊，自然你即阵老的物件，就变成，咱文殊处哪几摆要介绍项个，拢会介绍去遐看，我咧自然就安尼啊，啊，咱南昆神大庙，伊这是生活。算知名度吼，会使讲算相当高的吼。是是是，文化部啥物会是拢非常注重，对，没错，重视啦，对，很重视的。因遐个诶，每一项诶物件，拢会真正注重啦。嗯。啊，我想讲，那你即个讲啊，交中间就会讲吼，我看伊咧做工课吼，我拢往这方面吼，啊，那往这方面咧是会思考，啊，去咧做啦吼，啊，做起诶物件诶时候，就。和未来吼，未来的人吼来看的时候，就别失败啦。所以真好啦。咱今要维修创啥的吼，我就送到文化部啦。地方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伊拢在等掌控啦。是。哦，你连讲这个后殿吼，就佛祖殿遐，迄厝遐的老创啥，唔是你伊搭听来搭报的，实际。哦，我也简单吼。阮在到因来，因。因设计因量，你照样去施工呢。啊，庙林真个兴建啦，吼，哎，像真拢是，咱庙店要去改修嘛，吼，做啥嘛？对。你若和政府开，全部拢唔开啦，吼。啊，但是是安怎，我就我要来出50%，主导权伫咱啦。较好做工课啦，较好做工课啦。啊，咱来当指定这一人来啊，啊，以前这我装包里头，但是维修起来素不相识。安尼做正确就是，安尼就是。顶管的粘连，这有诶无红啊啦吼。哦。本能是火冲上来黑啦。有影啦，这吼，因咧讲过去维修党拢爱叫黑啦，迄个骨架啦吼。要去用梯啊！我看吼，我讲人来改白梯啊啦！伊讲未使啦，过去内底都较早梯啊，梯啊嘛。啊，你梯啊，你知影咱那盐风、海风，迄火落去就劈，规只会飞落来到涂骹啦。我啊，就飞落来涂骹哩啦，吼，就等于啊。我是啊，讲恁去考虑看嘛。我若讲无快，动作无快，你内底用白梯啊啦，迄骹啦，啊你。哎，用用嘞，包还上宽啦。哦，啊，你那是讲恁都无安尼未使吼。啊，你去我的这个意见去用，啊，阮当中拢无宽。哦，好，啊，恁，啊，你讲个照顾的用咱这梯啊。有啊，这蛮奇怪。啊，你即阵的是你个普通庙嘛，拢改白梯啊，他有当咧用梯啊。哎，但你讲古迹就是安尼，较早安怎就安怎。是。这是爱改变，我感觉这个要变，对，叫改变。因为你包里内底物件啦。哦，你来用白铁啊包落去，看堵咧偌久。新鲜就白啊，是啊，系啦。哎呀，唔是啊，也不耐用啊，对不？系啊，啊，我啊风太大咧怕啊唔能偌久去落来啊，啊唔要掉下来，唔掉。所以讲，正确嘅，脑筋我去活用者啦。哦，我来讲，我特定建议
啊，当作我拢无快，啊，你敢怎做？啊，无人咧替你验收啦，包地内底是咧啥验收？啊，可能教会有教我意思啦，那是为别去设想啊。对对对，脑筋还是转变一下。对啊对啊，代言者不要去改变他了。没错，而实际上其他来去衡量啦。对，啊，一代表经济，你看到你就是耶那个讲啊，哦，南门在天路较近啦，吼，湖源已经有三十八公顷嘛，对，所以讲外口。要发展的空间拢足快，有钱开有路去啦。即啊，你为你有钱足者，你上北港、中央，你要开到去？也无得，无得啊，对无吼？因为幅员没有那么的大，无得。啊，你市区内遐拢有空间啦。啊，咱只前古地倒去，我讲，阮的前辈主任那人啦，每一大的总干事就拢有去讲了，主席迄阵拢买土地嘛，啊，你阵土地若无买，你真有钱不当去开，无当买，啊，迄阵都饿了，迄土地迄毋是会增加一个创伤一个啦，吼，啊，拄买有路用会去搭买啦，因为买会当买较好，给拄买标人啦，是，迄阵我就来时，因遐一片土地得要三万块啦，买标人咯，迄阵是买遐济啊，啊，阮遐哩。哎，一分得四千几块啦！你吼，阮是刚刚会做实一个啊，哎，一只皮卖你偌济，你来看卖啊！哦，啊，所以讲，正当时迄阵，因都为着这个土地结婚嘛，对对对，啊，我迄阵伫调解会咧做秘书嘛，啊，摕来我看看诶，吼，迄个无定去做，拢变拢店铺嘛，啊，店铺迄阵是几刀币诶，啊，合约诶时，你若有写者讲。要重新合约啊，必须重新拍约嘛。你要去叫我续约，一定要重新拍约。安尼时间到，无合，无去重拍约就无呀。伊并无定期租约啊，无定期租约，即点头当然会晓钱啦。啊，讲我讲，真较贵，你就买嘞。你从我买就去啦。我以后你如歹买，我同我照你意思开得可以啊。好，啊，所以讲真表面，即个。两边边也会当分出，都爱存只土地解决。嗯，啊，所以讲底下恁咧看啦，哦，你若无眼光看，也个眼光有够，你搞个要白事。嗯，啊，真只停车场嘛足宽，内底咱有只停车场，外口宏观处啊，搁再等建立只停车场。无停车场嘛，我顶无你大这店的事，规个塌的你都袂当住，你再塌塌你搞八门啊？对对对对对，对哇，你真正咧，所以讲吼。庙敷衍，你也是有土地先开，以后你发展才有空间。啊，佮再来底下租厝的，像南门大天路，你要做，一定要对这古迹内落去行。没错，你去后壁大用，去用拆开，报纸刊个到地，你连接一落袂。哦，所以讲这真要紧啦。啊，真当时这艰险啦。哦，去底下恁采油的创啥的迄阵。真正能真功夫的啦，嗯，我真厉害，学西亚的啦，对，啊，无西亚那西湖，对，对，老师是那边学西亚，对。你今天讲，咱有一个奇怪的是，安怎像阿文化部，亲像讲，你今天讲迄白体啊吼，迄是合理的，人即阵外口拢用白体啊吼，你即个，你来看，你来看你外口以前人迄家家吼，家家不拢嘛内底包一个体啊吼，啊，大家嘛叠起来。大家嘛掉起，迄个是内底用铁啊，即阵都拢唔敢用铁啊，啊所以来去换一句话咧讲内底啦，拢讲较早传统，迄拢爱教育在，到讲这些人爱时吼，啊就辛苦就倒了无好势，伊嘛讲都爱教安尼啊，伊嘛讲都爱教安尼，即个是拢较奇怪的所在吼，伊个辛苦现都倒无好势，啊骨架嘛无好势，啊咱即阵都会当来做会较水的吼。啊！切骨西来，啊！得到充裕啦，亏得。啊！啊！你睇下，即下水，哎呀，讲未当，吼！伊嘛讲未西，即咱就是咧留下迄个时代的文化，还是安怎吼？就是讲安尼。啊，其实咱即阵若做出来，嘛是未来的文化。对啊，对啊，对啊。几十代的文化，几百代的文化，文化是传承的。我同你讲，代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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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文化真的是传承的。你较早都拢打草厝啊，来起下厝。啊，真系101，你讲叫未使起下馆，系咪跟我即个代志？对啦，对啦，对啦，对。这熟悉啦。嗯，对。随着时代。
随着文化在走，没错，阿那庙啊，在发展啦。嗯，对，都是要跟着时代去走，时代的脉动。对啦，对。那像我们刚刚这一个，总算是有特别提到我们这个凌霄宝殿。好，凌霄宝殿是从1987年开始设计的嘛，然后是到2021年完工嘛，所以它是从五到哇25年呢。因为哈，我就也是哈，也是有电机啦，是，但是经过20年拢无叮当啦。嗯，所以电机，因为你要起啥，拢得爱有。基础嘛，对对对，啊，无叮当，啊，无叮当，可能两个因素啦，啊，一个当然是经费的问题，对，啊，一个底下经营者，你讲经费较无够淡薄啊，落去必须要注意无看，啊，啊，得人来管下，嘿，啊，你若讲唔行出去，但当初讲你当初在恁有钱赚足济嘛，啊，根本唔是啦，哦。完工也多，水电费，是维修的费用，是，这拢相当的惊人咧，对，你，我就也是，我所讲这唔能够放落去，我手内一定要给它完成，落去，我在管要开始做迄时，迄委员过来迄时就避开早晚咧，哦，因惊，哦。啊！我是，但我唔跋杯，讲要带你去，要继续落去，好唔好？因我十杯啊，你卖他跋去无要紧咯，因你也杯啦，你未使杯去啦做。对啊，对啊，对啊，嘿嘿。我是一种当然，啊，多即个有者中消费人啊，无吼，伫咱台湾恁分量办生意啊，一直珠海啦，啊，伫遐恁吼，我等下到发动，按在台商等个到关咧，好。啊，台湾家有钱人真济啦，对我信用也真济啦。你无出去打工，就算命。你想我啲是准作济咧，哦对不？而且讲人大拢有认同啦。啊，我讲做落去钱的就话，你若无做，永远无钱。对对对。我所以讲，就做落去，总是喺度完成啊。对。安尼开始，南昆是第天路啦，即硬体建设啦，吼，大体都完成啦。嗯嗯嗯。伊也要去做的，就是文物这方面啦。是。所以讲，阮就是要起一个文化馆嘛。嗯。啊，我咧讲的是，阮当署长来讲，安尼伊绝对100%支持啦。嗯嗯嗯。我对南昆呢，即当署长好破病啦。对。啊，开始讲要支持，咱那咧行无钱，家己啊，对无？吼，即本来就是啊，啊，等于对方也信用也有啦。伊要做头路党，拢爱。经过抽签博杯，伊就是安尼啊，我咧问讲，当时听话你定安讲，只博杯吼，啊到底我讲是保庇你赚偌济啦？伊讲保庇我无了钱就足好啊。伊人有伊个看法啦。对，真当时有人就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啥个事哈，要做酒厂啦。这酒。水溶溶的，这一本万利的啊，对不？但是去抽签，去博杯，我拢无动，啊，不同意。你真有钱谈，啊，省掉，那料到你俩做车，你讲用的，本来讲啊，这正我讲啊，你最大啦嘞，伊讲，那个属于那矿泉水，拢唔免拉。我讲个酒，对，拍拍身体。啊，这回到博就是，中华六金坛升点，这就属于龙蛇正定啊，这啊，啊，酒驾啊，这啊，啊，对，所以讲要做酒厂，唔敢做，就没有了，就没有，哎，对我做偏心啦，是，要做头路，绝对我有烟也不会这样做。是啊，这地表方咧出去，足济人是安尼。有信他哈，责令啦。你哪不信，你跟你没关系啦。啊，这信的是啥呢？是，佮甚物搞嘛是啊？对啊，天主教、基督教跟咱甚物关系？对啊，对吧？对啊，人因有感受啊，吼，人逐日咧祈祷冲啊，因人是笑的啦，对吧？啊，咱咧拜王爷，吼，另外有拜王爷的一套啦。几坨山处有神明，对对对，这是祖国时来传的，就是安尼啦。这约束你的行事行为，你创啥无所不至，
你警惕自己。嗯，对，嗯，没错。啊，神永远在你身边。对对对对，你有神，你要你没神，你交你没关系。对啊，要心诚呐，哈，心诚则灵。对对对对。那像在我们的凌霄宝殿当中，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这个工艺品嘛，哈，题材也非常非常的多。那可以请总干事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吗？我大家讲哈，内底人物的彩绘啦，我有红通。是。红通啊，红通仔啊，我都知我知，就是画家嘛，对对对对。我当对伊评价两端啦，比较极端一点啊。我来嘿，好多增加这老阿伯啊，我当去创作创啥，上不简单啊。嗯，但是咧，为啥你看我？好对啦，你都讲，啊，就较早的文化讲有安尼，咱唔捌啦，迄种迄种咱唔捌啦。哦，这是安尼，是哦，阿毛好哩。台南邦企業致富，是毛合破病，合破病不也是？嗯，阮教我考合格庆幸，既然乐天大招时，咧要搬咧做回收。哦哦哦哦，这人太代表我一间江庙啊，是，会使搬十五倍钱。嗯，伊这人带你搬十四倍搬，算我人叫伊提咧做回收。安尼哦，系啊，哎，迄搬了，本来要计搬的是一笔数，社会就来好打。不要话背人，伊叫伊播。我讲咧做，人家讲个当署长啊，哦，啊你人无播，哎，啥个得安那吃哩？一杯一杯，十外杯播十四杯。哦，啊，当做维修退去啊，哎，做维修退，我拢拍婆啊，当起来拍婆啊。哎，来要办个偌车呀，吼，上面要偌多嘛，那有法多啊。啊，无你做维修那去播着一个。挂掉啊！无钱人开，嗯，林国清一波多，唔是开玩笑做潮咧，吼，一开一高铁是作铁钱嘅，嗯，一大家拢咧变面出嚟咧，要来搏人都喺度蚀佢咧，哦，啊，所以讲去合作做下正成功，唔是讲开钱成功咧啦，是，人迄个道啦，各方面啦，吼，啊，首先咧，即个布置啦，吼，本来得咧啊，哦，真拢是要做潮，我来讲啊，唔做卖做，要做拢要做上大，对，哦。因为那庙给搞遐，你亲戚来啦，人来看，人来笑，哦、嗯喔，这都是开钱，啊，这未使开庙钱呢，嗯、这是要开在刀顶烧呢，嗯、一拨掉的，你一个交偌济钱呢？你唔是拨掉，你系咪做维修？你一开沙巴呢？交我庙你咯，啊，就你看怎一开哦，我特修嘛，当个家伙，等我定这边大，无大家都咪来拨，对啊，亲戚撮撮咧，哦，这未使，所以讲规划人是咧规划安尼尔啦。啊、包括准备搁在建筑创啥个，我嘛咧讲要去，吼、哦，绝对爱经过专家，哦，啊，高级有高级人的要求，对啊，真的规定啦，伫古迹的边啊，一百公尺要去，都爱申请文化局同意咧，文化部咧，唔是你要去就去一下咧，是，哎，真是有大的规定嘅，是，哎，不是开玩笑，啊，就多。硬体该做的也拢差不多啦，啊，若无你以后要去，你拢个白了嘞。嗯，哦，这那真拢是规定啊，零售不定无法当去。嗯嗯嗯，你要底下乱。嗯，对，你要退一百公尺去。嗯，无得腹地啦。嗯嗯，哦，啊，所以讲底下上话，这总干事啊，人在当署也真配合啦。嗯，哈，啊，总干事我算的啦。嗯，当署长嘛算的。嗯嗯，一些委员嘛是因地方立乡镇。三星呢？是，一乡镇十个代表，是选三个，即当干事出来，是，啊，再个，佮再来苗栗整合，啊，佮选，啊，最后选总干事，嗯，所以讲若无好做，人我袂到好啦，对对对，啊，咱嘛爱提进提啦，时间够有回啦，该硬体建设了啦，嘛是咱爱倒来退休了，我本来就是安尼，啊，就属这种。你只要拄到这尖部的，讲个彩绘，我们的老师啊，会使有人本身要做彩绘，我得一定会再加入伊呢。无你画画嘞，唔是这唔捌嘞，帮你算，帮你算了嘞，大汉往来。哎，你爱建筑物吼，加加高建筑物啦吼，因咧做诶物件吼，拢请我像因进后边遐，也你讲伊拢画遐人物就对啦嘛，画啊边啊王建明吼。哦，啊，这拢是代表年刚的年代吼，年刚的一百当后的时，有人，有人毕生的时，人大家嘛，
盐西啦，吼吼，像迄个德泰西啦，迄个雕刻的国宝吼，龙西啊，迄种国宝，迄种算迄个文化保存顶的。你若讲有机会吼，请迄落去吼，迄代表咱迄落整个规个咱台南市系全省的了啦，系做迄个全国的了啦，全国啊吼，恁的文化迄个规个吼，拢要个。更提升迄行销诶，拢有像迄画，迄就是拢代表遐个拢有成就诶人嘛，吼，拢有成就人，啊，咱拢家画伫遐个，啊，留伫遐做历史诶见证啊。啊，恁个恁刚刚若是讲咱诶作品呢，啊，像伊即国宝去做诶是，大家诶作品嘛拢啊，不如来较贵。即物件贵啦，我同你讲，贵有贵诶价值啦，是哦。你这画图嘛少讲啊，你少咧看咧画较作水的退出无难买啊，啊你看只大西退出，你算蠢的啦，对哦，这，迄个名气老高啊，名气啦，啊像李易宏的真咧都未满未退出啦，伊三秒零一百度，真讲炒到最最爱炒农业嘛，哇哇，李易宏啊，安尼哦，啊你真要去搭买伊的图是咧算蠢的啊，哎真当是上好秒零，迄个。拜神朝天土创啥的吓，因咧哦，哇！啊，真当时迄阵咧，伊对标也甘啦，但是迄阵咧行情还袂到遐啦。即工业书就是嘛是着日月累积，对啦。啊，你哪来哪哪藏的哪来哪记得啦？是啊，啊，就代表的是讲你哪讲请这即阵目前哪讲请这迄个国宝啦，请的入就对啦。灵感啊，就是哪来哪记得嘞？对啦，一种物件就是安尼，代表嘛是，系啊，有文化有历史啦，才当成大庙啦。没错，对。那无，即有钱人要起作大景，迄嘛发多。嗯，对，没错。啊，你起作大景哦，那无好的规划啦吼，那无好的规划是，我看拢起作大景哦，啊，互你看到的是，对啦，话看看也无啥物文化，系啊，系啊。内行咧看文化啦，系啦，外咧看老嘢，咁啊老嘢嘅，对，我觉得总干事刚刚讲很好，就是庙宇它其实就是结合文化跟历史，真的，它就是文化历史的一个结合。以后嘅子孙啊，对啊，人嘅婆婆讲，真拢是上来咧画，即代表是伊嘅根基，伊嘅看法有没有前瞻性？是，啊，你真你若后爸母有咧教个人，迄少年咧爬起来，人个有经过历练过，讲啊，真拢是即个只欢喜后爬来，后爬啦，母啊无采访。对，这种代表性，这种代表性，对，没错。那其实像这个总干事在经营庙宇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要跟像我们这个老师是公益师嘛，对吧？哈，啊，都要有一些的互动嘛，哈，对吧？哈，因为互动的过程，也请总干事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我来讲啊。那是讲要去要采花创啥？庙这边是头家啦，是，对。啊，这边江爷叔是，迄不是新河啦，迄是师傅啦，师傅啊，对吼。嘿，伊来带咱规划伊的想法，对，吼，叫我当配合时代的潮流啦。是，这两方是合作的合作的关系，对，这不是敌对啦，对。啊，无你，哦，你那是讲。坐在咧做咱的工程咧，啊，咱交有一个敌对吼，就想好你是安怎安怎啥的，得定咧掠个毛病创哪，迄拢唔对啦。啊，做个看过也是的。也是，咱讲伊安怎，不一定咱是对的。对。
啊，你若是合作关系，对伊也会当检讨创啥，沟通啦，难要达咱做诶人，难嘛放大去做啦。啊，你定啦当做贼啦，定啦当做毋知偷工减料袂创啦，人做咧欺我钱嘛无好。啊，事实上，难要带你偷阿妹啊，你捌啦。我咧讲个事实咧。伊真正要带你偷工，要减料较无可能啊！要带你偷工啊！你妹啊，你捌啦。嗯，啊，你若信任伊，人起码只好啊。啊，人嘛要历史留名。对对对。这上重要，这上当了，人家讲讲啊，这上来搞。对啊对啊。到你讲个进入里遐个，所以一个概念，我有法度讲进入里遐个吼，迄个人个心态，绝对有这种心态讲。我有机会人来遮做吼，哦，啊，我要安怎去表现？一定是安尼，有一个真好的舞台，可以去表现。表现对，卖讲你赚偌济啦，嗯嗯嗯，以后老咧讲，和你子孙孙仔来讲啊，这些拢是我阿公来做的啦，哇，就骄傲呢，系啊，上海拢是安尼嘛，对啦，啊，嗯，留一个当和你。卖讲电视啦，何时要去对啊？电视台开钱啊，啊，这老咧这。诶，复利啦，没错，对，你老命啊，你晓得啦，是是，对啊，命比钱较重要，真的，这个是用钱买不到的，真的。嘿嘿，你讲讲，唔是有钱就买会到啦，哦，人生是第八，就生命啦，生命是咱人的生命，作品嘛有生命咧，我跟你讲，对不对？对，你讲这作品有生命，你讲有内容，啊，你现在我有生命，我有灵魂啦，对，作品就是我有咧，啊。啊！你的生命会当去发扬光大，和后来的人会当在你敬仰，嗯，永远留名啦。嗯嗯嗯。讲就半年啦，这个皇帝啊，是江山无惊，拢别人的啦。嗯。留这个名，永远的啦，这是你讲没错。对，老师应该是同意的啊。对对对，这足正确，这足正确。啊，连我迄阵咧讲的时候，哎，我真咧做工课就是，我这嘛是聚会啊，吼。啊，我。无需要偌济工课啊，啊，只不过若有机会通做，阮就是用这个理念安尼来处理，系啊，唔是得真，这唔是咧拼钱，讲去做足济工课啊啦，真是去做一个留名的啦，通看讲啊，这上来话啦，啊，这嘛是一个社会责任啦，系啊，这种会当带动吼，你有迄个物件，就会当带动去感染着别人，是，人有法当做啥物工课，会当去感染着别人，啊，整个社会规个带动起来吼。即，当初人咧尊重嘅国宝就是安尼。啊，真嘅国宝，真嘅师傅，啊，较未上古，你讲嘅暗坎啦。对。啊，之前资料啊，较好迄落啦。啊，都拢公开啊，都有当面讲。对对对。你是讲你有用心啊，无用心吼？对，现在公司对啊。你做啥物工嘅，拢爱付出内底情感入面。没错。哎呀，迄情感精神，你若付不出，你若不出去吼。你做起来，系啦，你都无感情，就无灵魂啦，系啦。这以后你嘅门道嘅作者作品，老师两个儿子就已经传承下去了。要啦，你盲人啊，现在盲人啊啦，我就是讲家己嘅观念吼，啊，好囡仔仔啊，安尼样，系啦，对啦。那像总干事在未来的经营上，还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一些想法？真啦，哈。庙林既然是国定古迹啦，哈，这个精神咱给大家留咧。是，但是要建要创新，对，啊，你精神交这个创新哈，你爱去结合。是，啊，你若要定讲用迄个古布创啥的哈，也会被淘汰啦。嗯嗯，我来讲，真个少年啊，伊咧在你看的表面啦，哈。啊，当然人老，迄个我会看他内涵。嗯，啊，内行人是看内底内行。对对。啊，外行咧看门道。看门道啊，系啊。这本来就是安尼。对。所以讲，人们第天入就，我有咧看讲，迄人就伫迄个早到迄个报我咧上班，也去就伫啊，你咧看咧上。哦。代表物件有来看啦，系啦，对，好厉害了。啊，你若存咧走马看花啦，嗯，啊。但是咱有几项啊做表现的啦，无看袂使，无摸袂使啦。但是即个九五之尊金字标啦，迄个朋友落过之后来参观的教会嘛，伫咧迄个咱庙里吼，观音菩萨的对面遐咧，还有迄个金钱币嘛，哦，挨个牌咧九五，诸尊，啊，大家去。
拢去望遐，想要来发财。求财啊！好啦，好啦，迄是一个足特殊的所在。迄阵嘛，我当日设计安尼，迄钱钱先扣嘛，啊，拄啊九五排列嘛，哎呀，合作金钱币嘛，金钱币啦，是哦，哎，迄阵迄钱都有空的嘛，哦，我都拄啊做迄设计铺面遐哩，嗯，迄阵的人嘛，我去上海那去上一套，嗯，啊，大家来嘛，拢来望起来，嗯嗯。就要发财嘛，这有想法啦，这有想法。真正，啊，那是顶管迄建筑物啦，迄无啦，还看无啦。哦，像恁咧看恁在看到有啊嘛，恁在去看嘛。啊，对啦，迄个时代，时代每者拢有迄个伊思维、伊设计吼，啊，用精神落去做出来。嗯，落去做出来就一个代表性。是，吓啦。啊，这较早伊这个迄落来起的啦，吼。伊个客底牌王一顺啦，嗯，大陆客底牌，嗯，哦，爱来台湾呢，哦，就去南关大天路啦，嗯，台湾去三间庙，嗯，南关先是第三间，哦，第三间，嘛是上有经验最精华的，哦，嗯，哎，大陆人，嗯，哎，阵个建筑台湾先要去庙个真少啊。我南关先咧去的时，让我有作一西啊出去，嗯、来遐做，来遐咧斗气创啥的，了出去咧做，啊，本来就传承。嗯嗯。啊，一个庙要大，嘛是靠这信徒。嗯。来咧拥护啦。对啦。对。对啦。你无信徒，去做大经也无效啦。是。哦。啊，这要安尼第一当然。心理很好啦，第二你底下的人，你安怎处人，太熟，你安怎去来经营，这拢结合，对，非常重要。哎，本来就是安尼，是别发挥，我只讲信息人付的啦，你那无人去来付啦，你搭猜下啦，管下啦，肯定不是啦。但是你爱知啊，人是先咧在你保庇的，是，哦，这是安尼互动咧，哦，啊，王爷，你讲信，你无迄个，你请等于你当无发挥有得。你多啦，猜下，那有什么作用？你不要去做垃圾，那你不信徒嘛？嗯嗯嗯，哈。所以讲，第一爱心会很强，第二你经营的人，你安怎去做？嗯，对，这是相互配合的啦。是是是，对对对。啊，这庙本来就爱永续发展啦。对，嗯，要人少讲啦，不进则退啦。是，哈。啊，嘛，感谢讲你今仔来。有可能的，多谢讲话。谢谢总干事，谢谢老师，真的熟悉你啊！啊，对啊，多加油，很多。对啊，跟两位聊天也很开心哦。哦，这样我也学得好多。真的熟悉你啊！是你无人来咧，生些创伤的啦，你无来进香，无来点头来，嗯，对吧？啊，你跟他点点。生日都无点头啦，都无气氛啦，系啦，对啊，啊，就是我台湾就是这点头嘛，是一种文化，是啊，是啊，台湾的点头文化，迄内涵足强足个，足者含，对对对，不过有创新呢，没错，你让我先带头那大老爷啦哈，你来遐搭看，迄点头哈，你想话都有啦，都有啦，你无想到都会出来啦。哦，他就一直创新啊，这玩社会需要不断的创新这样子，所以总算是不能够退休了。无啦，还是人爱提进的，时间改变，以前要提是哦，啊，那不会提啦。嘿啦，这个啊，不能退休，做了哦，你做了，阮里边那个看哦，啊，做了的时候，你南关先哦。诶，发展啦，是，会使讲发展较有快啦。对对对，不管你对几方面啦，没错，发展较有快。对，诶啊，所以，安尼听起来吼，伊那边退休啊，还是伊个事，哈哈哈哈哈，退而不休啦，吼，对吧？一间庙宇都去经济经营啦，吼，啊，佮再来，嗯，嘛是得爱宣传。嗯，对。宣传包括繁华，当时拢宣传的这种咧，文宣创啥，反正有版本嘅啊，书法创啥会，哦，这，
这拢是啊嘛，较早拢办文艺营咧，嗯，跟我们的艺术也结合，对不哈？交接文献啊，交接迄落啊，迄种总干事，是总干事啊，干总书，大行爱做诶，哈，啊，书总干事，你打工打拜神，这，嗯，这无啊多啦，嗯，哦，爱提升啦，文化啦。嗯、所以讲咧，办咧文艺营就是安尼，全国的精英拢来啊。对对对。奖数互你去补助你经费啊。是。啊、嗯。嗯。啊，真，我嘛定咧办会展啊。嗯。啊，或者文人学士创啥的。嗯。伊替咱出去广告，哎呀，咱讲古来古来，就哎呀，咱讲古来古来。啊，伊所接触的，拢是啊个个阶层迄些嘛。嗯。啊，即艺文人文艺人。嗯。你这拢阮的前辈啦，哇，唔忙安尼讲，唔忙安尼讲，我是你的地面头太悬咯，好啦，要是太你的地面头太悬，那是出来是多啊多啊，你可能捌你的，你刚才你偌济人捌你，哎呀，得咱本土国文腔啊，你偌济人捌你的时候，那自然的时候啊，阮是不同领域啦，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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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混就过来看呢。老师是公益的领域，嘿、啊，总管是经营的领域，无讲的啦，对吧？因这是真在实学的啦，因这未出一个啦，你画未出来，你的作品无人会带你看呀、啊。啊，阮底下恁是啊，都，我们对恁两个都谦虚了啦，哈。两位都是我们的师哦，免讲别笑了。啊，这别物的好歹真难上要紧，是，迄是真没有精神，是。你无按图刷过嚟，这无人看啦。恁底下两大家咧带恁上啦。那来人在咧带恁看啊，对，所以讲恁那是直接的面对现场面对观众的，对，嗯，一有头工减掉，无头工减掉，都到风台来，就知就知啊啦，好，好，所以我们的总干事呢是把我们的南昆山代天府呢，我们是当一间，就真的是一个公益的博物馆在经营，大家来到了庙宇，除了好我们有这个诚心的拜拜之外，其实到了庙宇它也是一个我们所谓的文化历史的一个结合，心灵的寄托、哦、对，还有心灵的寄托、欸、真的心灵的寄托、哦、所以在我们今天的公益悄悄话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总干事还有我们的王老师、哦、再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哦、也是感谢你给我们邀请啦、哦、也谢谢总干事、哦、其实你这么严但你不可以回回啊，对不对会做这，会做这哈。我明天拿当书会。对对对哈。我不敢讲。破病啊，来叫我讲，不可能。啊，也谢谢总干，谢谢老师，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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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